来哦 ，BB 这出片哦，专工要拍上完小恩呢，因为小恩很喜欢坦克。BB 先来这边拍一下真正的坦克，让你看一下。你看的一定讲 BB 要去哦，唔呢？哦，较早吼，国小的时阵吼，迄个啥，咱台湾的国军哦在操演，你唔知？然后路上都有看到这个坦克啊，哦，我刚看到非常之好看。啊，然后这一台哦，让我白同学不小心发现哦，坦克在这非常之赞。哦，机机呢？哎，机机呢？哦，好耍呢！哦，机机佮配坦克，哦，来，坦克配备先开始看。哇、哦，这款小恩看了，你足喜欢的。哦，这坦克的装甲，坦克的装甲呢，安嘛无算高呢哦。你即摆我迄穿甲弹。那咧拍的时阵哦，我网络上有咧看，那个穿甲弹发明那个很聪明，啊小恩嘛足爱研究坦克的。哇、哦，诶、欸，这头前钣金真有高呢。啊，这坦克伊个边啊哦，下骹这种树林才种硬化的。诶、欸，这嘛是树林的呢，铁啊包树林啦。啊，这小恩就讲唔知是啥物辅助轮啊，什么轮的。哦，伊这中这就一支一支。直接咧搞啦！第一次那个仔细观察坦克，较早拢是干那迄个啥演习照过尔。即只唔知做啥物猫式的啥物坦克的款，我这履带就是安尼。但我感觉坦克的防御力无悬呢。伊恁皮寸笑呢，遮穿呢。嚯，即若讲咧做迄啥物装甲兵呢，同学，即只装甲兵伫遮，看起人家。做震撼，做怀念，然后中间它是有这个轮子这样在走哦。这里是啥？白龙雪来开箱坦克啊！啊，这不知道到底什么物件，不知哦。这伊的编号哦，它的编号。哦，这炮孔安尼来哦，白龙雪个家去你看伊炮孔，看得到无？看袂到。白龙雪再长高一点点哦，来哦。看来都有膛线膜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够深诶！好，无要紧，搁来搁继续。这种内底可能无冷气诶，啊这敢那唔知是诶，排气口那是后壁。哦，要求这头前真啊钢板真有大诶呢，CO2 搁烧安尼。啊！今仔只狗仔唔知要创哪吼，啊，要用吊的。啊，伊头前吼瞄准镜，小恩讲瞄准镜敢那伫遮，但是我感觉伊这足奇怪。伊坦克安尼徛的时阵，迄人的头安尼伫遐海内袂去震着吼。啊，然后做专家啊同学讲者，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烧？哦，这巴佛什么什么公园哦，真好耍呢，可以当狗仔呢。我刚刚看了这坦克，是啊，足欢喜的，真好看嘞。啊，这个嘞，这来同学考试一下，装甲兵请进去呢。这应该是让很快当投掷手榴弹嘞。啊，这个这不知道到底在看啥的。真好耍嘞，哦，这个会当直接丢，这是要发的呢啦。啊，这边啊，搁会当丢这不知道要创的。哇，这迄啥？阿鲁米梦对这拍过呢，伊个钢板坦克，我感觉伊防御力上低，就是迄个啥链啊，弹落崩去啊。伊个履带啊，履带若下下就免算啊。啊，这后壁伊引擎的款，这坦克唔知几 CC 的吼。吼，白龙雪坦克开箱。这小恩看的是真妖的，绝对一定比比要看的。我拍的片哦，小恩有在看的，就只有烟火了啊，其他的都大概点一下而已啦。啊，这出应该伊就看得了啦。今日坦克唔知有开箱无？啊后壁伊佫用一个龟仔伫遐拖咧，啊这伊目固定啦，目固定的款。啊后面它的装甲，
这唔知到底会当戴啥嘛，唔知。哦，这。然后他啊，引擎拿掉了啦。哎，我去别内装看卖。哎呦，内底坦克就生做安尼呢。稳定，伊讲禁止攀爬哦，好，禁止攀爬。白龙雪想办法用脚架伸进去。来哦，长镜头、哦，这为着阮小恩爬哦。来，小恩，比比，让你看真正的坦克的战斗舱到底生做安怎？会好耍呢？会好耍？好耍耍好耍起来！哇，这长镜头都重的呢。哇，小恩，这支片是比比帮你拍的哦。好看，好耍，好看，手机也留了倒啊哦。哦，内底生做安尼啦。哦，来，顺便看一下炮口。刚刚那个垫脚尖炮口看不到，来哦，有看膛线无？好，我知道你们讲啥，再放大。嗯，刚好看，没有看到。好，来，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。来看这个，卡扎兰国军，就这么国军退役的一种坦克了。来 ，BB 从这边进去看哦，这特别为了小恩拍的哦。我你知影卡扎的国军偌辛苦嘞，安尼，啊内底驾驶座舱，哦特写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过来换广角。再一次，同学做装甲兵爱来，家己来交者讲，哦，白同学讲，哇，我是看迄台我较早赛巡迄个感觉，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底盘哦，底盘到底是怎样？好，来哦，要进去了哦。一般来讲，我唔捌看迄坦克的底盘，伊个底盘。底盘不晓得，不晓得是哎、欸，完全拢平的呢，伊底盘拢平的呢。迄手机也唔知买啊，搁有伫遐咧，哦，无转向好加载，哦。讲真，我唔知伊的画面怎么是显示出是安怎，我们再来看。来哦，开始哦，再看一次哦。驾驶座舱啊，这是对后边视角来翕的。这为着要阮小恩看。好，啊这，这是怎看者？哦，原顶是生做安尼啦。哦，它全部看起来就是很有霸气。哇，这坦克真好水呢。我真要为买一只来扛嘛，袂歹哦。赞成为买当来扛刷扛，搁有机机啊。这国内的班机啊，来我叫你来底看哦。注意哦，这手机啊老了废啊哦。哎、欸，好内底生啥呢？无多。这个手伸不进去啊，没办法。哎、欸、呢，会使呢。我这只手机啊老，这手机啊老了扣袂掉啊，就好笑哦。我看伊座舱。哦好，买，起。哦，起来比较保险。好，后边啦。那、啊、这到底是啥小？做只奇奇怪怪的物件。哎、欸，我看这研究坦克袂歹。大的六角锁，这唔知啊，这换黑油的啦。哦，它下面的底盘是这样，哦，完全是平滑的。因为那个要下面也是要防那个人家
丢那个手榴弹下去，开当黑的啥，基本的防御力会比较好。哦，所以就是啊，小恩，这个 BB 这支影片拍来送给你的啊。我喜欢，给他刷喜欢印呢。哦，也装甲钢板的厚度，搁个敲敲看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足高的呢。安尼啦，大概目测一公分呐、啊，一点大概1.2-1.3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会，拜拜。觉得那个坦克开箱哦不错看的同学，帮我按赞一下吧，谢谢。